音乐剧要开始，一定要有个形式，一个幕哈，一个形式出来。那这个形式出来，先不用去把编制弄大哈，而是要把音乐剧真正的核心，就是音乐哈，然后剧情哈，然后歌声哈，好 vocal 这个东西，然后跟剧情做结合。那这个东西，这个原型要出来的时候，才是真正音乐剧最开始。97回归96年前年去那边演出，刚入了大陆台语，第一次看到这个戏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频率啊，好、哦，当天晚上所有演员知道，演出会后完的时候做一个讨论。那时候的北京的所有剧场，因为北京的这个剧场，他们其实是俄国系统，非常严谨。当初有一个人就讲，就是说。领到大陆，台湾的，好，大陆是用最严肃的方法来对，轻松的事，台湾是以轻松的剧情跟轻松的方式来讲严肃的事情。他说这是很大的区别。那这个戏其实是引领大陆整个现在去走音乐剧的第一出戏，好、哦，影响多么深远。影响到十年后，我去香港开那个华文戏剧节的时候，王卫国还有就是中国话剧院的所长哦，还有中国什么什么的所长，中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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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任哦，一去大家都认识我，因为我那时候是演里头一个角色。可是相隔十年之后，他们还知道我，并不是我演的好，因为他们看过这个戏，好、哦、看过这个戏，这个我们也很惊讶，就这个戏。到十年之后，哈，还是有人认识这个戏，哈。上班还没有休息。
是必要。公司部分作假，汽车业务又做见风转舵，大小报告乱七八糟，这些都是上班的生存之道。闹钟一叫不想起床，上班胡搞瞎搞，但我从来不知道。听得起，放得下，但是只有一件事情 ，Karen。一个演员本来就一定要有一部分的生命是要在剧团过，所以这次他们找我呢，当然他们勾起了我那个觉得很友好的回忆以外，那我想到我要不要试试看，八年以后我第一次出来演戏，就演一个最困难的，又唱又跳又演，其实就这两个原因。对，其实不要看他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哈，他每一次练完之后，他的筋骨啊，包括肌肉，其实都很痛。啊，这个对蛮大挑战，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从一个车祸里面没有完全的复原，所以每次跳完他都，其实我们都蛮心疼的，他真的很痛，真的对。我也痛了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太可爱，他们真的很可爱，然后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再来演的戏。那我们这次因为这次我们要重新的再回忆以前有一些特别要记住的一些动作，我们都在看以前的影片。那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我想我们是演员，我们最严格的人都觉得好笑，应该蛮适合现在大家很闷的年代里面，你们一定要来笑一笑，连续让你笑五场，你一定要来看。